本影片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因应聘雇外籍家庭看护工之雇主们需求，特别制作照顾技巧指导影片，让移工提升照护知识，雇主更安心。正确摆位的目的可以维持身体舒适的姿势，以及预防压伤的产生，以及预防骨骼关节的变形。摆位的时候，我们常用到的辅具有包含棉被，或者是枕头，或者是大浴巾。那我们就是把这样大浴巾卷起来，好，就可以作为我们在摆位上的辅具使用，这样子。平躺的第一个步骤，将枕头置放于个案的头下，然后呢，帮个案头往上轻轻的抬起，枕头放到他的颈部跟肩膀上端的部分，那这样子可以预防个案肩膀的内缩，也可以提供他的头颈肩的一个支撑力。平躺的第二个步骤，让个案的双手自然伸直在两侧，伸直的时候要注意包含那个手腕要伸直，不要让它弯曲。那为了预防个案水肿，可以在他的手放上那个枕头，那一样都是伸直的状态。平躺的第三个步骤，让个案的小腿把它悬空起来，那我们可以摆放一个小枕头，这样可以预防他的足跟压伤，然后也可以让他的下肢比较不会水肿。平躺的第四个步骤，将枕头塞到大腿的双侧固定一下，那这样我们可以预防个案的髋关节外展跟外转。平躺的第五个步骤，在床尾放上枕头，那这样子的目的主要就是在预防个案的双脚会有垂足的状况产生。摆位结束的时候，要记得双侧的床栏要拉起来，避免个案从床上跌落下来。半坐卧的姿势，第一个步骤要先将双膝屈弯曲，然后将枕头置入在膝盖的下面，这样子可以预防等一下抬高床头的时候它会滑落，也可以让它的腿部肌肉放松。半坐卧的第二个动作是要将个案的床头摇高，摇高的角度不要超过30度，超过30度会比较容易造成压伤，所以要避免。半坐卧的第三个动作，要将小腿抬起，然后置放枕头，让它的足跟悬空，避免足跟压伤。半坐卧第四个动作，将枕头置放于床尾，让个案双脚抵住，预防垂足产生。半坐卧第五个动作，如果个案身体比较瘦，那我们可以在他的腰部置放小枕头或者是大浴巾，好，提供支撑力。如果双手有水肿的状况，可以在他的双手置放枕头，改善他的水肿，自然垂放就可以了。摆位结束，要离开个案前，要将双边的床栏拉起，以预防个案自床上跌落。平躺移位的时候，我们会将个案的双手置放于下腹部，避免等一下移位的时候晃动。那我们在移位的时候会分上身、骨盆还有下肢。上半身移位，先将枕头置放于个案的头颈肩，稍微往下拉一点，再移枕头，这样可以避免个案摩擦造成伤害。移位骨盆时，将手放置于个案的腰下，另外一只手置放于个案的大腿下，然后脚呈弓箭步往侧移。下肢移位一样，将双手置放于小腿下，然后往侧移。最后将枕头回复到原来个案的位置。接下来我们要示范翻身。如果我们要将个案翻身至左侧，那你要先将个案移向右侧，以避免等一下在翻身的时候造成个案掉落床下。我们要翻身前，要先将单侧的床栏拉起，以避免个案滑落床下。接下来我们要将个案翻向左侧，那操作者必须跟个案是同一个方向。首先将个案的枕头往左侧外移三分之二，双手置放胸前，
接下来将个案的右脚交叉至左脚，那接下来将手放置于个案的肩膀，然后另外一只手放置于个案的髋关节，然后向你的方向翻身过来。接下来示范侧卧，那我们首先将枕头放在个案的颈到臀部髋关节的地方，让它一个支撑点，然后呢下方的肩膀要稍微往外移，避免下方的肩膀受压。接下来让个案下方的手放直，自然伸直，然后置放枕头，让个案环抱枕头，可以避免它的腋下摩擦，也可以避免肩关节的内转。接下来将枕头置放于两膝中间，避免两个膝盖相压迫造成压伤。接下来将个案的小腿往上抬，置放枕头，让下方的脚足踝悬空，避免压伤的产生。摆位结束后，记得把床栏拉起，避免个案置床跌落。正确摆位的原则，首先要注意衣服以及床单是不是有平整，以预防压疮的产生。摆位也要注意，要摆位正确，这样才可以避免关节挛缩或变形。那很重要，每两小时一定要翻身，这样才可以避免压伤的产生。可以的话，也可以使用辅助品，比如说棉被、枕头，来增加翻身的舒适感。必要时，如果个案很瘦，可以使用气垫床来避免压伤产生。最后再提醒大家，在翻身摆位的时候，步骤要按照以上的指示，这样可以保护自己，也可以保护个案。聘雇移工相关问题，请洽台中市政府劳工局，电话04-2228-9111-35500。有长照需求，请拨打1966。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关心您。